我是未来，提醒您下期看点。我已经一年没有输了，我可是每次的冠军。谁跟我打？打球没人陪，不存在。这个是世界上唯一的实现人机对打的羽毛球机器人。哇，太打脸了。全球被睡眠困扰的人大概有20%几。我睡觉不太好，就是很难入睡那种。夜夜睡不好不存在。我们这个通过控制温度来提高深睡眠的比例。亲爱的宝贝，睡吧。这些路段不熟悉的人他就会走错。走错了。开车不认路还是不存在。认真开着斑马。看这个就跟看路一样。